王太太。哎，丁太太，哎，你去干啥呀？啊，这不是老丁出差回来了吗？我去买点菜。你干嘛去啊？张太太和李太约我吃饭啊，说是要聊什么死亡定制。死亡定制？嗯，平时不是对这些不感兴趣吗？所以就没有喊你。不说了，时间快到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。我对死亡才不感兴趣，那好歹叫我一声啊！